啊，对啊，我看对啊，婚宴有甲你说话咧争执哦。不是不是，师兄，婚宴哈，他很想跟他妈妈住，但是家里那么多的东西啊，他妈又不丢，他自己也住的难受之后。我的衣服都可以穿，先买多少啦？我衣服不多哈，拜托，我的衣服比起来只有你的十分之一，我已经够少了，你不要再给我丢。而且我喜欢穿的衣服也不多，你不要给我丢。不要再买新的了，谢谢。我那是类似傅的衣服，因为我不会去买衣服嘛。我会去百货公司嘛。以前他我的衣服都他买来给我挑，再送回去的，剩的再送回去的。哦。我很不喜欢 shopping。他跟他姐姐。他大姐讲的话，他跟他的讲的话，哦，是不一样的。我不知道听谁。他其实啊，他但是他妈妈的这个，就是以前就房子都某那个楼中楼，一二楼的楼中楼嘞，很大嘞，啊很大，那个床铺也很大，但是床铺就只能容纳。连床铺上就只容纳睡着躺着人的地方啊！啊，穿在里头啊，都坑啊，我们都乱坑啊！哎呀，我这人，那个处女座个古魔哦，哎。对啊，我看对啊，婚宴有甲你说话咧争执哦。不是不是，师兄，婚宴哈，他很想跟他妈妈住，但是家里那么多的东西啊，他妈又不丢，他自己也住的难受之后。对啊，我看对啊，婚宴有甲你说话咧争执哦。不是不是，师兄，婚宴哈，他很想跟他妈妈住，但是家里那么多的东西啊，他妈又不丢，他自己也住的难受之后。